相信很多读者朋友一定都看过香港的经典电影《古惑仔》吧。在这部电影里，江湖恩怨情仇可以说展露得十分透彻，而在剧中陈浩南无疑是最为亮眼的存在。剧中陈浩南的大哥就是大毕哥，但其实大毕哥就是陈浩南的历史原型。大毕哥的扮演者是吴志雄。吴志雄1953年12月25日出生在香港，是香港的男演员，外号毕哥，曾经参演过由周润发主演的《监狱风云》，在里面扮演牢狱老大蟒蛇。1996年后在《古惑仔》里扮演陈浩南大哥毕哥。在《古惑仔》这部电影中，毕哥一直扮演着陈浩南的护航人，帮助陈浩南摆平很多事情，大佬模样十足。但是在一次陈浩南被殴打之时，他替陈浩南出头后却惨遭仇家灭门。虽然说在电影中毕哥的戏份并不是很多，但是在现实中毕哥却是十足的老大。毕哥其实就是电影中陈浩南的历史原型。吴志雄幼时家贫，生活在贫穷村的他自小就放纵不羁，后来父母更是忙于赚钱，对他的管教就更少了。此外，住在贫穷村的人大多都是一些三教九流之辈，很快吴志雄就被他们带偏了。吴志雄很快的就加入了所谓的黑社会，成为了底层的小混混。可以说那时候的吴志雄是没有什么出息的，但是吴志雄却敢打敢拼，很快的就像电影里的陈浩南一样，有着一个大哥关照，后来更是成为了铜锣湾的话事人。再后来，吴志雄就厌倦了这些所谓的江湖生活，转型成了一名演员。至今吴志雄已经参演过超过100部的电影，满身纹身和练了一手好功夫，但他是所有黑帮片功夫片的常客，可以说是香港的老戏骨了。吴志雄还承认说，当年退出江湖更多是为了考虑家庭。吴志雄结婚20年，